23号，邓伦回应沈梦辰爸爸在女儿们的恋爱中提及的邓伦峰。原来沈爸爸当时用方言说自己喜欢穿立领衣服，沈梦辰直接 get 到这是邓伦峰的精髓，随后不仅在微博真正科普邓伦峰的搭配原理，还点赞网友的神 P 图，把沈爸爸邓伦峰和其本尊做对比，这才引起本尊回应：叔叔，我会继续坚持邓伦峰的。反正穿这个衣服都不适合我。那你觉得你适合什么呢？什么说？冰冷的。立领，立领，然后它是属于什么风格呢？商务风。不是，那叫什么？邓伦 style。邓伦 style。邓伦风。邓伦风。邓伦。邓伦。邓伦。伦。对了，对此网友纷纷评论：邓伦风帅气无比，邓伦风会是下一个时尚潮流吗？芒果乐新闻是时尚潮流的邓伦风呀，报道。